我操，怎么聋了呀？不是，我刚刚怎么点了啊？点了静音。我在那偏边一点。待会儿有个女主播过来。啊，你下去、啊，我下去、啊。你在家里面待着。对。你不用过去。你明天开个皮划艇，你开慢一点。皮划艇。就在那里出来。你把那拍定了。我用你手机打个电话，我再看一下到底带没带，应该是没带，放在那啊，哪里有电子，哪有蚊香？拉车的话，你们就哪有蚊香啊？拖上去，把这人来了，拉回去，还没下去，拉回去。还有一个，那你别做饭儿。你好，于总，你把我车。那边也没人，有没有？我好慌呀，真的是。不用钱的，直接把这酒提上来。就抬出去是吧？你们三个人的，三个可以抬出去。没扣分吧？管我钥匙，钥匙在车上。没扣，八分嘛。他那直接把车抬着就提上拖运去了。把我的车，不要老别让烂摔一摔摔坏了。待会再把车收。你在哪里？在哪里放房去了？没出来吧？好吧。带过来的吗？带这么大的？好，给我关了，进过来。你买这么大的车吗？我读，你今天回家吗？基地拿的。哦。于总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今天就没有人再过来了吗？没有船了，快上来开船了。没有船了。那明天你给我带来，就在那个茶桌旁边有个凳子那里，有一个苹果。我没有微信，我咋跟你说？我没带手机。我有啊，这谁都有啊。他手机没带，回家里明天让于总给你带过来。明天给我带过来了。啊，没有手机，我好慌啊！他去干嘛？他是我们的生活保障啊！生活保障没有了。缺个妹妹。缺个妹妹，等会儿。报数，缺个人吗？报数。一。我们的生活保障，你走。哎，我这下真的慌了。慌了，跟我爸有什么好慌的？报数，不然少一个橄榄叶，卡得回去。我记得这个旁边这个开船就能看到很多鱼的。我带了啥？我带了。不来了。我带了。什么都带了，没有带手机。说实话，其实我内心有点忐忑，但是问题大，都有点没把握时间。妹妹上岛全工具人，要不要点小车？我也没事，我带了。出发了。感谢我一哥的段子飞机，谢我一哥。应该没事。说过再不来长江，又来了。来，所有人合个照来，这边看我这里。感谢于导的秀飞机，感谢于导。耶，好开心呀！终于上岛了。出发了 ，Let's go 了，兄弟们，我操了，很震撼。记住你们现在的笑容，加油！笑得多开心，哭得有多惨。来看他，来看他。OK。跟导看着干。记住他们的笑容就行。感谢我一哥的钻和一千一个，谢谢你一个节目。工程量还是非常大的，是有点大，但是我感觉的话，要想突破自我，必须要超大超强的节目。本期的话，主要看一下，就是人，光人物资的话是人的几倍。现在可以看一下生活装备量，太满了。管理员还带了神兽，火箭是专门保护他们的安全的，你们。这是西南的妹妹。火箭会抓蛇吗？它可以驱赶，它可以驱赶，它不怕蛇呀，蛇不会咬它。杰哥已经笑不起来了，哎呀，好开心啊！看到小妹姐的笑容还咬起来了，开心一定要开心。没错，问题不大。这里的话，开得很，你看。我他上面又没人，就你们随便玩。不要怕，怎么开心怎么玩。上了岛就下不来了，就这是铁定下不来，100%没这么说，100%是没有办法下来的。哪怕现在哪个大哥保护都没用了，下不来真下不来。
是1%下不来。开宇宙飞船来了，接不出去了。要等这个船回来，这船明天开去维修，具体修多少天我们不知道。没船啊，这船明天去维修，一共12个月是吧？对，12个月。这个好像也是我们上次的那个船，我记得上次我们上岛的时候就能从这个边边看到鱼。哎呀，我好慌啊！我联系不了任何人了。已经提好一个星期了，已经，因为这个船明天去维修，距离维修时间还真不确定，所以此次的话我很忐忑的，就这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用了十米多的泡泡机，感谢咱哥哥的小画家。也冷过吧？上次我们一起，对吧？不是那个岛。啊？不是那个岛。他们说是另外一个岛。我手机没带，我他妈的慌的要皮，现在在基地。没有书包可拿，但我啥都感觉装不下。安全第一，永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，是吧？安全第一，大家的面面好。小提包带，装点水。怎么办呀？欢迎我珊珊，珊珊，我们要在长江上，然后我们要坐小白船吗？我们那个大的走吧。不知道。重点是我这个手机现在还登不了微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微信它是。要验证手机。对，就很麻烦，要手机验证码呀，要验证头像啦。我可以试试验证头像，看能不能登上。水里面洗啊！它这个水里面应该就是最干净的了，流动的水。但是如果过两天很热，我跟你说，你宁愿下水。前两天爆热，我们就强烈提议都要下水。草艾草，熏蚊子，自己制作。
是没有艾草呀，我这个是生命问题，我特别着急。岛上面全是艾草，他们的细胞都没有。全是蚊子，真的得带那玩意儿。我上次就被咬到医院去了，带啥玩意儿？啊？啥玩意儿？他们没有带蚊香啊？啊？没有蚊香，没有蚊香真的得死了。反正本次之行的话，肯定是很苦的。前面困难重重，我带了驱蚊液，是没有蚊，他们没有带蚊香，超出我的范围之内的，没有带蚊香，知道了，因为我确实很多事情。然后又被咬了，你看，我在这儿都能被咬，这个这儿哪有蚊子？你看，刚就被咬了，那怎么搞？刚刚被咬的，白白的，我就带了驱蚊液，然后买了一个那个止痒的，没有了，可以生火熏呀，那不也把我熏的都是吗？谢小火柴的52个赞，那不是熏的我也身上都是那个烟吗？对，他说的是蚊香，是真的蚊香。熏蚊子的，他说是熏蚊子的。你那个新鲜的艾草，少，全部是浓烟滚滚，一个蚊子没有。这有点肉。烧火了不热吗？不是有点。现在没卵用，躺在蚊子饿昏了。那怎么搞？带了蚊香盘，带了，你带了，我有吗？现在不要，成盘的那种，扁的那种，我带了，带了多少？带了一盘，一盘还是一盒应该够了吧？十几盘吧，应该。你从哪带的呀？我买的呀。我操，天他妈太牛逼了！啊，姐妹们，小火靠拢，我可不让你动。啊，你带了蚊香不带的不要命了。真的都没带，就我自己带了。我没有，哪有那种东西带？带这个，铁棍。是不是很舒服？在中间，很舒服是吧？是去什么毛求生的岛？是在以前的那个岛。罗布岛吗？罗布岛不是毛求生的岛吗？牢狱群是这个岛。在那里。那个。我操，那上面好像有人在钓鱼一样的，红啊！我是不是？那头还有一个雁。是火堆旁边稍微好一点。是，主要是有的人招蚊子，不招蚊子，上岛就是把自己抹一遍。翘起来干嘛呢？姐，真行啊，走哪都蹲着。他是真的吗？他是撒着腿，没看到吗？啊，撒着腿没看到吗？干嘛呀你？你妈的，腿闭拢。闭拢。闭拢。你要有淑女的形象。对，我跟老嫂子你。我以为什么都没有，干嘛？哪里原来说的很容易啊，还觉得帮人。
但是这个上岛了也没有啥啊。不会又要自己搭营地吧？上次营地谁的最好呀？好像就是我跟毛哥的最好。嗯，那我看他们没有带搭营地的东西。贴点，看看你平时蚊子咬你哪里？你还找哪里了？真的是，你看我呀，我手机没带。火箭水有安全感的，火箭水可以的。真的呀？除了和消毒水。老嫂子有生活强队友，确定了？给你手机打个电话，拿我手机打，拿我手机打，快点！我找一下，这么长时间不可能丢啊！姑娘的话都没安全感，手机也没带。啊，太没安全感了，好慌。喂，一手，明天就得到这了。我的包背了没有？那个皮卡上没包。那我操，穿过不背。等会儿就哭了，爸爸的本子文案，我来过这个岛，他们说我来过。重点是谁抢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怎么个形式。发协议吧，我就带了一套。然后我来过，我以为不是这个岛，就我野外丰富啊，所以老嫂子也没有。但是我们这一次是怎么跟搭营地呀、啊？如果还跟那个上次搭营地那样，我就……哦，当时我袁总还有一个妹妹睡一个帐篷。给你手机打电话，来看看。李格飞。脖子这么多里，我脖子其实钉的好像还比较少，是吧？然后别钉的容易掉。你这是做副驾驶在？做副驾驶在是吧？放哪里在？然后我把这个压到背上了，我想这个大破架。副驾驶没地方放啊，都是包。还是我憋了一个吧，背上也憋了一个，我在想这个憋哪里？带过来没有？憋肚子上，肚子应该咬不到吧？要不憋头上了。来，拿车。你干嘛？是的。打电话给。通了没有？你坐哪个车？你是坐的？皮卡是吧？没人接吗？没人接。在那里面去找一找，打着找。早上的时候太急了，就赶快拿上东西。两个胳膊一边一个，两个腿一边一个。姑娘的车也在包里是吧？我包里没有，摸了。找了没有？找了。打电话了也没有。我真无语。找到了，烦死了，就我一个人都没带。你放哪里在啊？茶台旁边，凳子旁边。干什么？是吧？那鱼友给你收一下。手机。鱼友打个电话，鱼友说了吗？说了是吧？他说明天他来的时候给他提醒一下。
我不怕苦，对，我不怕苦，我不怕没吃的，我就怕蚊子。但是你们也真的别不给我吃的，到时候别的妹妹都有吃的，我没有，我他妈还得吭哧吭哧跟牛一样干活，我操，那我要爆炸了。上岛了，这张票，身体素质强，老园子外交强，什么东西？又来到这个岛了，去年十月份来到这个岛，又来到这个岛。勇敢的想承受。好了好了。谁来谁来了？谁来了？谁来了？准备登岛了，各位兄弟。求哥们儿，求哥们儿，别走。那乱人的口啊！现在比十月苦，为啥呀？苦就主要苦在这个蚊子了呗。这烤到离人。你等下要去隔壁村吃饭，等一下看不了，他要去隔壁村吃饭，真的假的？你怎么说的这么搞笑？蚊虫，十月份的时候上次还蛮冷的，我操，这么深啊，雪这么深。嗯，我们一个水手，一个船长。我操，这么深啊！两米，这里都有两米深。现在虫、蚊子、蛇都出来，这岛上有蛇。十月份的时候还蛮冷的。有一天我记得一下大降温，降了十来度，从30度一下降了十来度。感谢1234那狸猫开通的钻粉，谢谢那狸猫。史上户外最超强荒岛节目即将开启，我操！谢谢去年夏天的曼卡。老于也是这个时候来的，第二天被他睡了，被咬肿了。我也是特别容易被咬肿的那种，感冒倒不会。我就怕被咬。火箭迫不及待了，火箭。我好激动啊，肯定激动啊，这么多人在岛上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进去了，肯定有泪流满面的，肯定有吓哈哈。害怕。火箭迫不及待了。他是害怕搁浅吗？袖，我把袖套在上。欢迎史努比。上厕所呗，火箭。所有人带好自己的行李，准备登岛。
反正停在停停停停在停在这里。好，可以。下，停在这里。哇，这人家捡呀嘛。下吧，下吧，下吧，下吧。不见。好沉，好沉呐，这个袋子。我操！把东西搬下去，搬远一点。我操！这个花有点像我玩那个游戏叫《绿色地狱》里面的一个草药，特别像。我就知道这里都是沙子，我带了一双烂鞋子，穿完就可以扔了，你不心疼？肚子痛，就啊，这个就是草药呀，这个真的是草药呀。哪个是草药？就这个吗？对。要打的，待会儿的话要那个沙轮车运东西的，然后拿着车放这里去，放两边。这个绿色的。当时我玩的那个是就是紫花那个，对，这个我玩的那个游戏里面也是，这个是草药，在热带雨林里面这种就是可以治虫子咬，治蛇咬，就是要用这个药。我特别爱玩那种荒岛生存的游戏，那种建基地呀、啊、那种拾取物资啊，自己生存呀，去外面打野呀，求生啊，这种我玩了好多这种游戏。铁锅哥不说话，谢谢星星哥的关注。铁锅哥不说话。森林，你说森林之子啊？森林之子还没开始玩，肚子好痛啊！对，好久没玩了。耶，这什么鸟？这什么的爪子啊？鸟，好大的鸟，好小的鸟，他们在这里走来走去。我什么呀？吐了，绿色的那个虫，飞虫。你没看见？这里废了好几双袜子，都已经开始有虫了。有差距，但是它也是现实的缩影啊。然后我又看了一个纪录片，什么那种亚马逊森林里面的求生。就跟我那个游戏一模一样。啥游戏？和这个？没有，不是和这个。那个叫绿色地狱。我感觉一个野外模拟生存 Steam 里面游戏。嗯。我就很需要玩那个。玩的模拟人生的长。卷不了，刚才卷过了。往上卷过了，它卷了，那个裤脚还是要掉下来。你往上提一提呢？要提到什么？你把那个裤，这个卷那个裤边边，卷上面边边。可以。下面的卷不起来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要在这过夜呀。要是有个烟花就好。有烟花？你真的是过来春游的哈。可以坐呀，还可以躺。这是地下有虫子，这种小虫子好重啊！你可以先放地上啊。什么意思？他干嘛去了？我去，你要搬东西啊？不来，不来，不来，不来！去搬，去搬一搬。谁要不住床就不拉。现在。抓住，两个抬起来，那个没抓住，来，两位抬起来。不行，我腰不行，我抬不了。没，它上面有轮子的。哦。
鞋垫儿，鞋掉了。好，欢迎使用漫游音响，这都是那样模式。没有，我没看过，走，我啥也没看过。至少看着心里就会膈应，所以说还不如看。哎呀，我操，手机忘了。不是拿来锅吗？老爷子，家里面有水。才不是呢。老长子。老姑娘，老嫂子，家里的。也就占情怀这一项了，还能占啥？我给他挑了，我说情怀。好的。他那两个袋子多少钱？我没在验他，我兄弟。这个也抛一下，把那个比较，你得比较轻一点东西，一人抱一点，走。给你拿手机啊，说了呀。一人拿一个东西，轻一点东西。此时此刻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自己，不然的话就得死在这找饭的人了。那这个轻松拿点吧，还有再轻点的吗？他会一直在这采奶。
了，这个掉了，咋办？拿，换你地方吧。傻，那都是小鸡小鸭的脚印呢，不能说，不能刷，也是动物圈啊，你想直播间没是吗？赶不了直播间，我手上抱了一桶方便面，我拿了两袋我的东西。地没办法，我第二个东西太多了。看地吧，你们。不行了，拿不动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妈的，跟沙漠一样。对，走路很累。好热。太给我勒的。这还好没太阳，这有太阳得多晒呀。为什么这个鸟会在这走这么多路呀？鸟在这走路干什么？一群鸟在这走路。好累呀！到沙漠里了。沙漠里。还没开始就不行了，我不知道六月有没有，我给豆浆说了，豆浆说
他们会再商量，先看男嘉宾的意愿，看看男嘉宾有没有，先一个人选。但是如果每个男嘉宾都要带自己的女嘉宾的话，那肯定就没有了。主要他们每一个男嘉宾带一个女孩子，那他妈谁没有一个玩的自己好一点的呀？你才低俗呢，你真该死。不就是我们上次建营地的地方吗？我来看一下我们之前旧的营地，那个地方还是可以的，那个扎营没那么热。妈的，这么多草，能没有蛇吗？能没有虫子吗？哎呀，这怎么还有这个盆盆呀？这郑志博的盆吗？没有，这郑志博的地方。你看，这还有博。你意思要把草要拔掉吗？前面那是白毛，是我们的地方。这是我搭的，还在耶！我操，太牢固了吧！我操，还在呀！我去，盲盒求生，这草都长这么高了。那就当时我们搭的那个睡觉的地方。之前我们做盲盒求生，这里上一季去年来的时候，那边是肖哥的。草都长这么高了，真的好高呀！上次他们都搭到哪里了？你们在那儿，我们在这儿，博哥在那儿，小王哥在这儿。就在这一片是吧？对。那边还有面哥。那边也有好像是吧？对，那边也有，因为是博哥跟总导演在那边。所有人待会儿拿上刀，把这草全部给它除掉。这里记住啊，所有人，是所有人要动起手来，火速，天马上要黑了。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把场地修出来，这里一片草给它去搞出来，然后这边，先一起去搞，所有人一起搞，来这边，好，把手机放下来，所有人准备。那就好。这里有个区域，他跟你睡了。这里有个区域，他跟我睡了。哎呀，我们俩一人一张床，又不是一张床，小姑娘很熟悉的。你这个背很危险，很会被虫子咬的，到处都是包。没事，我带了一个外套。嗯，可以直接穿外套。安子龙，拿我的镰刀来，把自己的镰刀拿来。这草长得好快。你们当时
真的。这是郑志博。手机放哪？我先下了，兄弟们，我先下了啊。要下吗？我想下了，没什么事儿，到时候开了再来呗。我先下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要除草什么的。那啥，我下了，因为我们要除草，我也拿不了手机。那下了，省点电啊。